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身着迷彩服前往桃园庙宇参拜，要向参与汉光演习的国军致敬。今天是来这里向汉光演习的国军弟兄们表达我的敬意。郭台铭先前才批评演习影响了他的私人飞机起降，这回表态挺国军强化战备，但依然坚持反战要和平。礼拜天就要到美国去说服一些美国的鹰派，希望呢不要把台湾变成乌克兰。对于媒体报道，郭台铭说国民党看他没有，因此才要有动作。报道还说，郭台铭在七月初曾经见过赖清德，对此郭台铭背妥声明稿亲自驳斥。我从来也没有说过国民党看我没有，已经委托委请律师去函要求立即更正澄清。而国民党新北议员林金杰因为与郭台铭同台，遭到侯友宜近半批评，也被地方党部严厉警告。郭台铭有话要说：民意大于党意，国民党必须好好珍惜身边的伙伴。至于传出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委托他人劝退郭台铭，郭台铭则说近一个月没有与王金平见面通话，与国民党的关系似乎越走越远。新唐人电视黄亮简、胡淑霞、刘姿莹，台湾桃园报道。